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华藏世界品》，右旋是海，第八，宝庄严海。请看经文：诸佛子，此集结宝香藏香水海右旋，次有香水海，名宝庄严。这个是第八个香水海的名称。世界种名普无垢，这个世界种名称很好啊，普遍的无垢，以一切微尘中佛刹神变身为体啊。这个是华严境界啊，一切佛刹微尘中佛刹，前面很少见到啊，但是在前面呢，我们曾经读到过啊，毛孔、微尘，这其中啊都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既然有刹土呢，当然有佛、有菩萨、有众生。普贤菩萨能如啊，那么他是以微尘中佛刹神变身为教体，他所持的世界呢也有二十层啊。我们从最下面这一层看起，此中最下方有世界名净妙平坦，形如宝身，以一切宝光轮海住啊。这一句说一住种种旃檀摩尼珍珠云弥覆其上，这世界上空的庄严。佛刹微尘素围绕，纯一清净，佛号南摧伏无等床，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一段，每一海前后啊，都给我们说七转四啊，加上纯一清净呢，八转四去。当中啊，都省略了。只说世界的名称，如来的号，这个世界净妙平坦，净是清净的，这个世界清净，世界微妙啊，平坦
就像西方极乐世界大地平坦，这是果报啊。平坦果报的因是什么呢？清净平等心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世界一切众生接受如来的教诲，心地清净平等，所以感得的报土有如此的殊胜，跟后面纯一清净相应的。佛号南催佛无等床，佛在此地教化众生的纲领啊，南催佛金刚般若啊，金刚能催服一切物品，一切物不能够催服它啊，所以称之为金刚宝啊。那么从这个德号，我们也就能够体会到这个世界世尊在此地是以般若智慧教化众生。五等床，这个法床高些，没有能够跟他相等的，那我们就晓得，这在一切法里头里面，一乘法了。这个世界没有三乘，当然更没有五乘佛法。唯有一乘法了，无二也无三呢、啊。这个世界如是啊，这个一乘一佛乘，所以它是化身菩萨居住修行的道场，一真法界。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特别要提醒自己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真诚、清净、平等重要。这个心呢，与一佛尘相应，虽然清净平等不容易，总要认真努力。相似位也不错啊，相似位都不能成就，
观行位，总要得到啊。真诚清净平等觉，能有观行位的功夫啊，我们求生西方净土，凡圣同居土里面，上辈往生啊。凡圣同居土上辈往生的人，生死就自在了。所谓生死自在，是说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啊。如果这个世间还有可度之缘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有能够帮助的众生，你可以迟一点到极乐世界去啊！啊，多用一点时间呢，帮助这些有缘人呐！啊，什么叫有缘人？听你教导的，就是有缘人。你教他，你给他说法，他相信。啊，他能理解，他能依教奉行，这个人给你就有缘，你就应当要帮助他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众生与你都没有缘，他不相信你，啊，你给他说法，他不能理解，不生欢喜心，这就是没有缘了。没有缘呢，那就应该啊早生净土。等到这个时间，众生缘成熟了，成愿再来啊，这是正确的。现在我们再看上面一层啊，第二层。慈上过佛刹微尘俗世界，由世界名自然妙庄严，佛号莲花会神通王。佛的德号用神通王，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读过啊，这个地方是莲花会神通王啊。世界的名称也不错啊，直然妙庄严。直然是非常兴旺的样子啊。微妙由此可知，这些世间众生的智慧高，福报大了，感得莲花如来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。莲花表清净，清净智慧。这是如来自受用的，啊，自证的神通啊，
是他所有。啊，以无量无边的神通方便教化众生啊，王在此地形容自在啊，当然如来果地上的六通三明都圆满了，究竟圆满了，所以没有任何障碍。用网来形容，啊，来比喻。下面再看第三层，慈上过。佛刹未成俗世界，由世界名微妙相轮床，佛号设方大名称无尽光。这是无尽光佛教化的微妙相轮床世界啊，名号意思都很好，使我们体会到这个世界的微妙庄严啊。凡是用床这个字都是说他的微妙相轮啊，凡是用轮都是讲教化法轮常转啊，说明这个世界佛法的教学非常普遍这个世界的众生，个个之相好光明，微妙相呢？我们这个世间常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如果经文具足，应当也是纯一清净啊。为什么从哪里看它纯一清净呢？从它的相好光明上看啊，从果上看嘛。佛的德号设方大名称，无尽光啊，光表智慧，全舍二智，无量无边啊。所以佛的德号设方普文啊，大名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名度高啊，这样殊胜庄严的世界，这是佛在此地教化的成就啊，不可思议的成就。所以佛的德号设方普文啊，
再往上面的第四层，此上过佛刹未成熟世界，由世界名焰藏摩尼妙庄严，佛号大智慧，见闻皆欢喜。这个世界的名号是焰藏，焰是火焰呐、比智慧啊，比喻智慧。摩尼比喻自在如意。摩尼宝是如意宝，能如人意呀、千变万化啊，妙庄严，这是总的形容啊。这个世界焰藏是光明，摩尼是如意呀。焰藏是讲的智慧，摩尼是讲的福报。这个世界的居民，佛智具足，当然是妙好庄严。世界之所以美好，必然呢，得力于如来教化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晓得，佛佛道同啊。既然成佛了，不论先成佛后成佛，是在讲成佛之后没先后了，没有早迟了，所有一切相对的观念呢，完全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妄想，都是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。佛佛道同，佛的智慧相同，德能相同，相好相同，但是他所教化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！这个里面有立根，有顿根。佛经上通常讲啊，上中下三根。这大分上根里面又有上中下，中根里头也有上中下，下根里面一佛如是，再要细分，一切众生根性无量无边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不是佛教学的技巧，教学的方法有优劣，不是，是说众生根性啊。这个世界，众生根性利，普遍都利。所以佛以大智慧来教导他，一切众生见闻皆欢喜，
佛门里面常说的法喜充满，为什么欢喜？佛所教的真懂了，佛所教的你要没有听懂，你怎么会生欢喜心？你能够换生欢喜心，肯定你听懂了。不但听懂了，你真的接受了。受持读诵啊，为人演说，才真正能生欢喜心啊。烦恼消除了，智慧现前了，那怎么不欢喜？相宗所说的转世成智，一般大乘教中常讲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转苦为乐，当然见闻皆欢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学佛最可贵的是你接触佛法之后啊，你要会转，你才能够契入境界。那么你要转，先决的条件呢，你要信，深信不疑。你要能够理解，深解意趣。你要发愿，你要依教奉行，断烦恼，学法门，度众生，成佛道，真干。法喜充满是信德的流露，再看下面呢第五层，慈上过佛刹未成俗世界，由世界名妙化庄严，佛号无量力最深印。这个世界名称妙化庄严，我们看到妙化就会想到妙法莲华经，花菩萨所修的樱花了啊，我们净宗同学在日常修行的标准
我们采取了五门功课。啊，第一门，敬业三福啊，这是我们修行的根本意义。第二，六合敬，我们一定要把心量拓开，愿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和睦恭敬，要有这样的大心。啊，不能说我住在这个道场，我跟我们道场和敬，别的道场呢我就跟他不和了，这不是佛教我们六合敬的意思啊。佛的意思是教导我们跟变虚空法界，所有一切众生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，心量不能不大了啊！心量不大，成就就有限啊！总得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佛的德号无量力最甚至啊，在这些地方希望诸位啊要留意，你看看我们读了许许多多诸佛的德号，诸佛德号里头用智慧用的最多，最普遍的我们学佛决定不能够疏忽了智慧啊，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了，佛学是智慧的学问了，佛教是智慧的教学，这个里面没有迷信。啊，但是，佛法里面讲的智慧，跟我们世间人概念当中所想象的不一样啊！世间人把聪明误认为智慧，佛法里面分得很清楚啊，智慧跟聪明不一样。世间人聪明，大乘教里面的说语叫世知变聪啊，世间的知识变才聪明啊，世间人有啊，
不能不说他不聪明，但是可以说他没有智慧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聪明跟智慧有时候在外表上看起来非常接近，但是实际上呢不相同。聪明是阿赖耶识里面种子所生的，智慧呀是真如本性，本来具足的。啊，烦恼所致，这些障碍减少了，智慧就现前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烦恼障断了，正觉现前，阿罗汉所证的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你就证得十法界里面菩萨的果位啊。如果再能够提升破一瓶无名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你所证得的是正等正觉。啊，这是智慧。这不是世智变聪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是智慧。从意识里面生的叫识智变聪，识智变聪跟佛家讲的智慧源头不一样啊，好像两条河流一样啊，发源地不相同啊。智慧的发源地是真如本性啊，识智变聪的发源地是阿赖耶识第六意识，它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所以识智变聪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反而障碍佛法。啊，怎么会障碍佛法呢？它变成了所知障，自以为聪明，啊，用他的识智变聪来批评佛法，来批评神圣的教诲。过失很大了啊，自己障碍自己，那情有可原呢。如果你在影响别人，影响社会，你障碍了大众，
这个罪过就重了。孔老夫子曾经做过鲁国的司寇，时间虽然不很长，夫子上任头一桩事情啊，就把邵正卯杀了。邵正卯犯什么罪呢？实在讲啊，他没犯什么罪啊，就是世之变聪，影响社会，他批评圣人的教诲，许多人听了他的话，这个人能言善道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啊，辩才伶俐呀，毁谤圣学，影响大众，孔老夫子没法子啊，只好把他杀掉啊。如果在今天这个时代啊，那孔老夫子这个事情他就做不成功啊。现在什么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，这个法律保障了世之变聪。从前没有这个法律啊，毁谤圣贤的教诲，那是很重的罪呀。今天毁谤佛菩萨、毁谤圣贤没罪。所以圣贤教诲在这个时代要想能再复兴起来，不容易呀。只有少数善根福德深厚的人啊，他能相信啊，这个相信过去生中的阴身啊，没有声音，纵然遇到了殊胜的缘，他还是不能接受啊，或者他接受了，不多时日啊，遇到这些世之变聪，强词夺理啊，批判圣教，他听听，哎，是还有道理呀。很容易啊退心了。那么这个人造的业重啊，将来的果报生生世世的愚痴报啊。这是他不明因果啊。真的是胆大妄为啊，这个罪佛在经上讲的比杀人生命这个罪还重，这个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啊，他的愚痴果报啊时间就很长很长，到什么时候他真正忏悔，他才能够再得人生。这些事情如果佛在经上不给我们做详细说明，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佛的德号啊无量烈
力是自信本具的德能，无量无边的，我们常讲万德万能，无所不知，是自信本具的智慧；无所不能呢，是自信本具的能力。啊，还有一个无尽的相好。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啊！诸佛如来在一切世间示现，示现的相种种不同啊，为什么不同呢？因不同。因是众生有感呢，佛才有因呢。感是因呢，因不一样啊。佛现的形象也就不相同。佛的示现决定是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！佛菩萨从来不执着啊。从来不会起心动念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处所，做种种事情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形象不一样。教化众生方法不一样啊，但是有一桩事情啊，那是完全一样的啊。什么事情？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从来没有分别执着过。如果佛示现在世间，跟大家和光同尘，他也起心动念了，他马上就堕落，变成凡夫了。没这回事情。这是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呢，跟世间人不同的地方。所以诸佛菩萨的心永远是极静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永远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无论在哪里实现，啊，一丝一毫不真诚、不清净、不平等、不慈悲，那个意念
都不会夹杂，所以他确确实实他保持着纯净纯善了。这是诸佛化身菩萨，我们要懂得，我们应当学习啊！我们修行不能说不用功啊，不能说不努力啊，也在这里精进学习。但是这多少年来啊，不得其门而入，这话是真话。自己细心检点一下啊，反省一下，就都就明白了，确确实实没入门呐。烦恼习气没有断嘛，你怎么能入门呢？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，见思烦恼里面见烦恼断了，你才入门。小乘正虚脱还故，大乘这圆教初性位的菩萨入门了啊。入门的样子、错误的见解没有了，见解纯正啊，思想里面还有错误，但是见解里头没错误了。我们今天做不到啊。啊，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的看法，依旧常常看错。这就是没入门呐。啊，那要怎么样才能入门呢？我们在道场也常常劝勉同学，五大类见惑里头，头一个身见。错误啊，头一个错误啊，执着这个身是我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啊，不是菩萨啊。这个菩萨标准是在哪里呢？原叫初性位的菩萨，不高啊，好像小学一年级。初性位的菩萨，身见破了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通通断掉了。他的知见正确，他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啊。
啊，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果然把这个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放下，在一切境缘当中不再有这个念头起来，你才能入门，否则的话你入不了门啊。这入门是最甚之啊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